大家好，今日咧我想同大家介绍一隻亚米加全 18K 金 Speedmaster 自动上链的计秒表。咁啊，呢只表42mm 水晶玻璃面。咁啊，机芯方面，亚米加3303自动上链肌肉。咁啊，有天文台认证。咁就我相信系成千上万亚米加的自动计秒表咧。在呢個時期咧，都係用呢副錶玉噶啦。咁嗰個實用性啊、可靠性咧，就無可置疑。咁啊，100米防水啦。咁啊，打磨方面，咁啊，拋沙、拋光啊、錶帶啊、打磨啊，絕對係美輪美換。咁啊，至於接扣方面啦，接扣方面咧，咁啊，亦都有伸縮嘅。咁啊，當然啦，比而家嘅勞力士嘅運動錶嘅接扣咧，嗰種硬朗咧就比唔上噶啦。咁但係咧，整體上咧就都做得靚嘅。咁好啦，至於錶底方面啦，咁啊呢副3303錶玉咧，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嗰個可觀性咧，其實就唔係咁大嘅啫。咁啊，不如做個襪底，令個質感更加強，就實際啲啦。咁啊，本身呢只錶咧就～質量十足啦，咁啊戴上手咧都覺得有少少嘴，咁啊我自己覺得咧近年咧就興啲戴啲黃金嘅手錶啦，咁啊有啲人咧當然啊中意玫瑰金啊、白金啊，咁但係我個人覺得咧黃金咧始終都係金錶嘅正宗，咁啊我自己咧稍稍咧就比較偏向咧就買黃金，咁啊至於只錶嘅定價，咁啊大家睇睇啦，咁啊停產前。185,300，咁啊，識到個朋友有一個好大嘅折扣，咁啊，再加上兩年嘅原廠保用，咁啊，一睇咗實物之後咧，就忍唔住買落嚟。咁啊，對於我嚟講咧，咁啊，全金嘅手錶其實就實用性就唔係咁大嘅啫。不過間唔時拎出嚟望下玩下，嗰種滿足感咧又幾得意。咁啊，有機會嘅，大家都可以買一隻黃金手錶俾自己啊！咁啊，多謝大家。